然后你就是抱着这个伞，把它这样子抱，斜一点点。好了，然后往我身上。对，就这样。然后看着那边，看着你的伞先。对对对对对。
非物质文化遗产平台昆曲啊。 Thank you.
在坐着别动，站地方。坐坐坐坐坐，好，别坐，坐着好，你稍微斜斜坐一点。Thank you.
抬头，看我，看我这个脸往那边转，对，眼睛往下横，对，很好，我到后面有挺直，对，嘴巴放松，对，看见我了，妹子，对 ，OK， 我到，来，上次再低一点点来，再低，看我来，妹子，哎，看我。来，各位这边啊，这边呢空间比较小，然后呢你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到我来这样，手轻轻碰那个底下那个绿的草，上面今天那个，对，好，连叫往前凑，往前凑，对，好。来，通过我这边找一圈圈，对，再找一圈圈。我来，你转过来一点，对，眼睛往上看就好。我们园林里头，各位啊，你看到外面不管是任何地方，
全家成人票。全家成人票。还是你的右手去扶着老婆的腰，因为把这个裙子提开一点，可以了。OK， 好，这样子放低一点呗，手臂展开，多摆肩，手臂再展开一点。来，我微笑微笑。哎，对，好的，有没有挺胸？好的，上次说清楚，对不起，好的，抬头看老婆。哎，对，好，微微笑一点点，抬头，好的。二三，对的。伸到，两腿岔开，降低高度啊，皮子嘛。OK 了，对，微微笑，嗯，对，可以，一二三，对的，好，我看一下，哎，对，到位，可以，微微笑，压去后鼻尖，按上去。我觉得这个粉色和他的粉色还挺像，酒王快乐。我也没有打算要拍，因为根本就没办法，学不会。
我实在听不下去，我就上来了。尬聊呗。关键是自从看到他，我就注意力难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，哎呀，我好像就是感觉眼睛很难受，我就这样子的，你想想。不是的，就是他刚讲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，他只有一个，开花也没怎么开。
烧过。再等会儿红薯放了。来小推下。好。啊，可以的。差不多了，在家里。你多想拍两张来。对。就我讲，哎呦，你到县里上领的啦。他来趴。哎，我没事的。你先放好一下，毕竟我们有。对新情侣来看，我这边准备。
圈儿。这个全是。